们平常走在路上，走在商场，其实你很难买到一杯好喝的纯茶。我希望就是有一杯好喝的纯茶能够走入大家的生活中。成日去旅行食好嘢，仲要周围去玩添啊！想跟住我哋周围去，即刻 subscribe 订阅我哋 YouTube channel 啦！